嘿，朋友们，我看到网友的留言，我昨天视频的标题写错了，玉皇大帝的玉，不是咱们戴的那个玉佩的玉，是洗浴的浴。然后这网友说，因为根据中国的地图 APP 的统计，开这款车的车主经常去的地方就是洗浴中心，所以被简称为洗浴王子。凯迪拉克这个就被称为了这个玉皇大帝，洗浴的浴。这我是第一次知道，哎，我以为就是称为那个玉皇大帝。 OK 学到了。怎么样，跟爸爸单独旅行还可以吗？那你先吃吧。我们飞机的左边是长滩，这个 Long Beach 港口，飞机的右边是卡特琳娜岛。大家知道吗？有一个很好玩的海上项目，是从长滩开摩托艇到卡特琳娜岛，中午停下来休息吃饭看美景，然后下午再开回来。这个摩托艇从长滩开到卡特琳娜岛开多长时间呢？要开2个小时。我喜欢开摩托艇的，一次让你开个够。而且最有意思的是，他开到卡特琳娜岛之后，他没有摆渡船，你要跳下摩托艇，游一下，游到岸上去。一出机场门就看到我们 Orange County 标志性的棕榈树，吹着海风，炙热的阳光。这边的气候 YYDS， Portland 很好， Portland 的气候也蛮好的，但当然还是这边更好。回到尔湾了，朋友们，虽然昨天在波特兰的 Vlog 是说想要换车，虽然最近各种嫌弃特斯拉，但是特斯拉有一个功能还真的很好，我们刚才飞机一落地就用遥控控制车内的空调打开，提前把温度降了下来。 Nice。3:20了，我本来这段想发的是说，从机场出来10分钟就能喝到奶茶是我们的幸福，结果我们到这边只要了10分钟，排队买奶茶花了20分钟。天哪，这个 Sunrise 生意真的是太好了。Hello baby, did you miss me?You miss me? 我已经听见了你的视频了，昨天的。回家一分钟都不停歇，一分钟不停歇，直接放下包裹，出门工作，去乌德布瑞见约好的客人。我计算好了时间，我差不多2点多钟落地，这些休息啊、调整啊，然后3点半钟见客人，客人已经在等我了。收你的礼物，吓死我了！大学生 ，Lucas， 你要重新开始大学期了吗？没有，这是他们4年级在学校都要选一个乐器。耶、yeah, ，太棒了！皮呀，我喜欢你拉大提琴的样子。OK， 这才算真正的回家了。刚才屁股都没沾板凳了，直接出门了。回家的感觉真好，虽然只是短途的旅行，但每一次出去。回来之后都觉得家是最美好的地方，虽然不大不豪华，不是什么豪宅，但
很舒服。我们家的网络不能用了。喂。我不知道，忽然间就不行了。海弟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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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弟弟。谁给你扎的辫子呀？我，我说话的是我，是我。去哪里？我。哦，雪姐姐翻跟头。妈妈，海弟弟，海弟弟。妹妹看，妹妹看，妈妈看，海弟弟，海弟弟看。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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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那他们赞助拿到了冠名权，我们今天还是去这个体育中心，但是今天不是看湖人队比赛，今天我看一个可能你们在互联网或者电视上看过的美国的传统的一个观赏性的体育项目，非常有意思。之前来看 NBA 的比赛的时候，被明文告知不允许带这种专业的相机进去。今天是看另外一种类型的体育运动，就不确定了，去看一下他们给不给带。他刚才跟我讲，妈妈好爱你啊，永远都不能不想离开你。我说写下来，以后你想离开我的时候，我给你看。有女朋友立即就不这样想。No， 不让我带，哎，换手机拍吧。说别人是女司机了，好厉害！这里面好几个女司机。今晚第一次严重的失误，想要在空中翻个跟头的没翻过去，直接底朝下卡在那里。
Wow. Lucas. Wow. 我的天哪，今天听到的这个声音是我 whole life 听到最吵的声音。我觉得火箭发射也就这么吵了吧。那是因为你没体验过火箭发射。这声音真的太吵了，然后确实很精彩很震撼，推荐大家有机会的话来看一下。 Lucas 可能被吵得有点不舒服了，头痛，很可惜。回到家了，朋友们，生活真的很美好。早上还在波特兰陪孩子击剑比赛，下午就在洛杉矶的体育中心看这种叫什么大越野车的精彩刺激的表演。最近在考虑我的 vlog 的事情，是不是又到了一个做一些变化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长系列的日更好像到了一个比较乏味和乏力的时候了，好像所有的内容都已经趋同了，也在考虑我的事业发展、团队发展、个人的 business 发展的事情，可能又要做一些调整。对，所以不管怎么样，我希望一直看我视频的观众朋友们一定要陪我到最后。 I don't know 最后是哪一天，但是 just stay with me, OK? Appreciate it. Thank you.